但这个今天的中文呢，这一点咯，就是咱今天就是庆祝中文。庆祝中文呢，今天呢要庆祝台湾台北下周的四号啊，啊厉害呢，啊超多。咱的这个主流博主部分，拄啊的谢老师有讲过，啊，拄啊谢老师有讲过。啊，咱人民台电发出呢，的总管的化作，咱固定一个太医救护台，啊，总发出总管的化身，为着太医救护田村来超度度化主流，啊，咱这个博主部分老大，啊，来欢迎伊。啊，欢迎来宾受这个可爱的评论哈！啊，那边台电的好处就是，台湾政府能够都划破经济高温来这个评论，啊，祝福大家平安哦！啊，即摆吼，咱现场过来一位吼，咱今年吼，啊，医疗感谢主播吼，伊这个助理委员，伊是医疗感谢的，诶，这个商务医师，啊，今年咧，伊要出钱搁出来。出大言咯，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哦，啊，我，咱啊，所有的不论活动啦，哦，比如讲，啊，像长冠军顶来、行到顶来，用头前顶到尾，啊，这个咱大家拢对阿托边，当政府的，市区的这个议员，啊，做人真水好，啊，不妨大家吼，那是比如讲日常哦，有啥物，应该有啥物问题吼，不妨哦，来个阿托边请教。那个清安，啊，伊拢真生意，啊，泡真好茶请人吼，像咱高总吼，啊，来个分享真好，谢谢。咱谢老师啊，恁张兄拄啊吼，有甲各位介绍一下这啊牌由来甲特性吼，我现在来去讲吼，啊，搁咱李大哥吼，咱是读书啊，最啊资深的读书吼，也算先是老师啦吼，啊，搁阮朱峰年老师，哎，阮的文化局吼。啊，不然中心会啊，所有的啊，咱的长辈吼，啊，不然的乡亲，最敬爱的乡亲吼，啊，今仔日也是咱这个弟兄们啊，弟兄们这个家人中欢聚啊，这个祝福吼，那今仔是正福吼，张是放弟兄，啊，朱是家道丁吼，那么一连串啦，对这个七月七迄天啊。咱开这个开门吼，啊，咱所有咱啊，这个邻居啊，就对啦，跟像这个所有中心拢非常会。对七月七日吼，下午两点，咱开这个开门开始啦，就拢一直到即摆拢安无闲吼。虽然今仔啊，普渡啊，普渡煞，明仔载还佫有三工哦，明仔载佫三工，大家十四、十八，莲花季、前摇佛、参摇佛啊，莲花季啊吼。啊，在座咱所有敬爱乡亲吼，可能真侪唔捌我吼，但是捌我真侪啦吼。小弟啊，就按照原来是咱姓李如算出来吼，的起源虽然是姓如算出来，但是好不是全家人起的，唔是这个红姓好呀吼。家人是起源吼，唔是姓土的起源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一定要全服务吼，尤其下人起来，咱只参加普渡的吼，最优先啊，最优先吼。啊，拄啊，咱谢元璋老师啊，有甲各位介绍咱这个七月份中元节的由来啊，甲这个也做拜拜的这个一个典故吼。可能咱啊，只李大哥啊，咱个读书吼。国家嘛知影真济，啊，伊个传承吼，伊个这个一辈吼，而且讲咱即摆伫甲咱啊，这个读书甲咱处理个拢是啊，甲咱小仔小道拢是少年辈读书，功夫拢真好。因为我参加即几啊间对白吼，啊，我有拢去听哦，听哦，伊念啥，听啥物事啊，这啥物这个智慧我拢有听个哦。一半句啊，后讲情义啊，情义可能真侪人唔知吼。
前期可能在做脑部甲心做做伙人吼，长期后人讲天意真济啦吼，啊所以讲吼，因读书拢未晓，真正会晓做。啊，咱其他是不管咱谢仁章老师，其实咧咧面的老师，国国画老师吼，甲我是啥个感情会长，啊伊个多才多艺吼，恁若要拄啊伊讲的迄个咧面精进吼，若要甲伊学吼，伊有学生够济。感恩十分的吼，啊，今仔日咱办真济特色吼，就是讲最上济最提供，提供也有咱啊这个正式的地，啊，搁咱有面粉地，咱有花费高地，啊，另外吼，搁有迄落啊像手托像啦，对吧？笔托像啦，啊，迄落迄落饼铛等等吼，都足济。啊，迄摆迄又来后西餐、后中餐，拄啊咱平常上拢有讲起啊，西餐是要吼。西园人往生的亡魂，入住孤魂啊，来这个吃两样来吼。啊，咱即摆的所有诶奖品哦，拢是哈，头一路用是咩啊？啊，拜谢啊，做咱啊，这礼品啊，地瓜在地哈。拄啊，咱老师话讲过吼，礼品地瓜在地。啊，个人则拜啥？老早讲好啊，是老早讲好啊，是。那么音乐吼，音乐也有分老早讲较好啊，是。比较讲，哎，较自信、较自信的，啊，就较生活好啊，是啦吼。啊，较慢过性的，啊，就是，哎呀，哇，较自信的老早讲唔对吼。啊，较就较自信的，就是讲好啊，是啦。但是一概拢成功，老早讲较大部分啦，那个真春嘛，伊嘛是新嘛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今日奖品就是比奖品，咱家人是过去的吼，155年以前，咱家人是有分一个西皮福路，就是华路社、旗路社，甲这德义堂。那么旗路社甲德义堂啊，分做大个，咱家人做几下台哦，我甲甲那边哦，甲咱回头讲就讲这边吼。啊，这拢话每年哦，几乎哪甲头分都还好，拢会拍个。啊，第四哦。谢做一下吼，拢会吸收真济人。啊，每年是安尼拼，啊，每年每年安拼，啊，袂使讲话一时之间啊，拼到155年以前吼，咱地方的食草人，甲地方的政府出来调停，啊，调停了后呢，就是从这个。啊，155年以来，以前遐个所有啊，遐个是拢化解。啊，但是一定一个条件就是讲，每年啊，咱家人啊，一定这个做这部分来辅导。啊，就是辅导，咱这啊过去啊，制度施工这个部分啦吼。啊，咱反正是讲白就是要伊啊，请伊来咱人间啊，请伊这七月初开鬼门，请伊来人间开开门吼。但是咱的供养，是咱的教导，啊，是咱的布施呀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个七月份哦，咱家人是吼，啊，已经和中央，甲咱列入第一大的民俗重要活动，平常第一大活动咧就是家人这个中元节，第二大邯郸的，第三大还袂出哦，因为第三大本来要列入。严金彪的这个定南宫的出巡哦，因为迄真侪中政治色彩，啊，目前政府还没有考虑，啊，所以讲咱第一段是家人的中元节，第二段啊，才邯郸的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咱这几乎啊，拢是民间的力量来组成的，啊，所以讲咱每年啊，就是讲一定啊，咱一切必须是更加平的吼，做这个啊，反正更加澎湃啊，发出人心更加闹热呢，来这纪念吼。但这个纪念对着新年吼，那么像咱们吼，有真侪甲讲啦吼，因小事是在伫咱今年做委员啦吼，啊，就来干干上头前，啊，我上头前刷去旅游吼，那么我过去走办去看吼，经过的时候吼，会使讲非常非常的真，啊，工程甲看到比以前较济，但是啊，拄到严重不足啊，突然间遐大雨，过去嘛大雨啊。有小雨尔吼，15年前台湾就来干出货，火灾洪灾，啊，那么才讲拢克服啊，拢克服。那么这次吼，咱是多啦，正水啊，积财吼，地水就来啦吼，就
像咱迄天七月十二吼，即六点多吼，七点咱去长隆总台张龙发来吼，来教会是司机啊，好听啊，甲咱洒酒，把整个咱这啊拢甲咱洒酒，互咱开心，这个来发表来办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家人中元节吼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啊，这个重大的节，历史留名啊，历史留名吼。啊，有关于讲这个祭拜的方式，足济足济吼，咱家人。